时间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早安，早上好，朋友，愿你好好工作，享受生活，莫把时光辜负，让喧嚣随风，让压力缓释，让疲惫散尽，微笑开始新的一天，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，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，用正能量激发自己，也感染身边的朋友。你阳光，世界也因你而精彩。早安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